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具体怎么来使用。00001，来，我们看咱们的下一个，干什么呢？我们看看基本操作。这个我感觉预计会写的非常多。基本操作，哎，不能给他拿到这边来吗？不让是吧？不让就放这边吧。我们干什么呢？我们啊想要操作，比方说我现在就想以后让我们的界面显示咱班的班，显示咱们的班级信息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那个学生信息啊。那么我是不是要有数据啊？对不对？数据要给它存在哪儿啊？是不是存到数据库里啊？那么存到数据库，你是不是要先把我们这干什么呢？我第一步我先设计一下表。设计一下表结构啊，我们叫考设计表结构，就是说我们以后要想在数据库里存的是什么样的数据。那么我们就像刚才所说，我们就是两个表，一个什么表？一个班级的，一个是学生的。但是班级的是 class 对吧？那么我们要班级表结构。那么我班级里边是不是要有学生啊？说学生表结构，我们设计表一般都设计哪几个部分啊？先回顾一下我们数据库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设计表名吧，还要设计啥？字段吧。我靠，又多写了一个。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设计范围之内的啊？那表名给它叫啥呢？叫刚才那个单词，哎 ，grade， 这班级表对吧？那么表应该有啥字段呢？我也不知道有几个，反正瞎写呗，对不对？那么班级名称，那么还有什么呢？成立时间，再说那个女生总数，男生总数，那么一般我们的字段是不是还有一个删除的一个呀？对不对？是否怎么样？删除。这有没有快捷键让它快一点呢？我靠，没有哈。班级名儿啊，班级名称，哎。我们刚才那个这个应该叫 name 对不对？叫 GRAD grade 或者我们就叫啥，就叫 name， 但是做一个区分啊，叫 gname 吧。这个 name 我给它大写小写吧，因为到数据库里边是不是全都还都是小写啊，对吧？哎，数据库它没有大小写之分，对不对？现在就小写吧。这 gname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什么，是不是班级的这个一个名称啊？成立时间，那么就 GDATE 对吧？时间是 DATE 对吧？那女生总数 GIRL girl number G boy number 是否删除？这个一般都是 AS DELETE 啊，但是这个 D 一般是大写对吧？啊，我们就写大写吧，这个要写大写好看一点对吧？那么这个的表明呢，
我们现在我拿的是这个两个简单的表举的例子，对吧？那么以后你要自己开发的时候，你也要先设计你的表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设计出啥样的，那么就应该比我这要复杂一些了。那么表名叫啥？叫 STO Student Students 吧，因为可能有多个呢，对不对？上面我也叫啥呢？ Grace。那我都加个 S 表示复数，对吧？班级里边表名表班级里边是不是可能有多个班级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它有啥字段呢？首先有什么姓名还有啥我们常用的性别，对不对？还有啥年龄，对吧？那么这些都是基本的了啊。那么再说一个，就说简介。那再加一个，它是属于哪个班级的，对吧？所属班级。为啥要这两张表？因为它有一个关系。那么它还有一个是否删除，对吧？但是我这样好像挺难看的。学生姓名，这不就一样了？学生性别，学生年龄，学生简介，直接让人字数不一样，我就感觉看着难受。那么把这对应的给我写上，姓名啥？那么 S name， S， 哎，性别叫啥来着？ J E N D R 啊，年龄 S age， S 简介是 Content 的吧，对不对？班级就是 S G R A D E 啊 ，G R A D E。那么是否删除？is delet is delete 02杠基本操作。这是我们先设计一下我们应该有啥样的表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要用表就要用啥？是不是要用数据库啊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就要用数据库啊？那么数据库现在有吗？没有呢吧？没有咋办？哎，怎么启动数据库来的？怎么启动数据库？首先要干什么？来，正好也回顾一下。首先要 C 盘，对不对？管理员的那个吧。哎，我这个服务我估计应该是起着呢，但是我不确定啊，咱们看看去，对不对？首先干什么？是不是 C 盘 ？C 盘 Windows， 还有 System 啥来的？32。这里是我们打印一下 CMD。以管理员的身份干什么？把它跑起来。这个我为什么要管理员身份来的？是不是要我们那个怎么启动来的这个？Net start my circle， 我记得我那个叫57，对吧？啊，你看没起，多亏我起了一下。首先把我们的服务给它起来。这是启动 my circle 的服务啊！来来来，先让它启动着，咱先不管它了吧。来，我们继续写。接下来我们写什么呢？配置数据库。配置数据库。那么注意。注意什么呢？我们的 Django 它默认它使用的叫 SQL 啥来的 ?Lite 吧 ?RIT,SQLite 数据库。
这个怎么能知道的呢？来，我先告诉你怎么知道我们先默认使用的 circulate 啊。那么上我们的这个 PyCharm 里，我们说了数据库是不是叫配置数据库啊？那你说要去哪个文件里找呢？ settings 这个里边它有一个叫往下找啊，找，哎，这儿呢 database 这个来里边看着这是啥 circulate 3，它默认使用的是 circulate 数据库，但是我们 circulate 我们用吗？我们不用，我们用啥 mycircle 对不对？是不是有问题了他？我干掉他啊！已启动，行了，当他已启动了啊，不管了。那么我们要想使用需要在哪儿配置呢？我们在 settings 这个点 py 吧文件中啊。那么通过谁呢？data base 选项进行数据库配置，也就是说我们想使用数据库是不是就在这儿配置啊？找到，先找到 settings 里边这个 database， 这个 database 就是配置啥，就是配置数据库的呀。哎，那么我们就在这里配置数据库。那么我们现在要配置的是谁？ MyCircle， 我们配置 MyCircle。 这个 MyCircle 怎么配？那么我们安装的是，当时我们在搞 MyCircle 的时候安装的是哪个 server 的一个包啊？叫 PyMyCircle 吧，对吧？那么我们是这个 pythonpython 3.x， 我们安装的是谁？是 pymysql， 哎 ，py我们安装的是这个，对吧？这个和早期的版本应该是不一样的。早期如果你用的是二点几的话，你会发现你安不上这个。你安二，或者说我们现在如果你看好多的一些网上的东西，你都安不上，为啥？那是二点几的库，和三点几的库怎么样？不通用。这点你要注意，我们用的是 pymycircle。那么如果你要设置的用的是 pymycircle， 那么我们第一步要干什么呢？在我们这个 project， 或者说在谁呢？在我们这刚刚，在这个刚刚 init 点 py 文件中啊，写入两行代码。写入两行代码，你看啊，我配置数据库的一个步骤啊，第一步是干什么？是不是在 init 点 py 这个文件中写入两行代码啊？写入哪两行？在哪个文件里？是不是这个文件里？你看着这个文件跳跃性是不是就是我现在不在 setting 里了，我在哪个里边了？ init 点 py 里了，看到了吧？在这个文件里边写入啥呢？ import import 把谁引入进来呢？我们的 pymycircle。那么我们要用这个 pymycircle install as 这个玩意儿，就写入这两句话就 OK 了。你不写这两句话，它会报错的。我把它呢也给你粘到这里边来，或者说你们如果不跟我的 PDF， 你们就干什么呢？去跟着操作，是吧？反正我这个 PDF 也是给你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想直接在，其实我也有写好的，但是我感觉如果带着你看的话，更没有意义了。
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配置数据库。配置数据库怎么配置呢？在我们的 settings 里配置，对吧？啊，那么我们不想用了，不想用谁了？说不想用这个circlelet 了。那么你要把它换成谁？啊，前面不变，把它换成 mycircle， 换成 mycircle， 换了吧？那么后面的这一个是什么呢？是你要用哪个数据库的名儿？哎，现在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数据库呢？怎么办？建一个。怎么进入来的 ？mysql 对吧？杠啥来的 ？u root 杠 p 对吧？那么我们怎么去创建数据库来的？啊，或者说怎么看数据库来的？收。啊，或者是就哎，怎么看数据库来的？收 database 对吧 ？DAT database 吧？哎，里边有这么多对吧？哎呦，我想不想要了几个啊？怎么删数据库来的？先柚子谁？我先把谁 ？SUCK 啊？那么 job 谁？咋写来的？啊 ，SUCK 吧？Job database 对不对 ？database， 哎，怎么写来的？啊，对对对，要加上名对吧 ？data， 你们那里面有没有这个数据库呢？对吧？那么一会儿我就用这个数据库啊，我也不知道这里边还有没有啥数据，我全给，反正我就不要它了。那么接下来干什么？是不是创建一个数据库？那么怎么创建数据库？是 create database。那么我们要创建哪个叫？是不是叫这个名啊？对不对？现在我是不是又创建了一个数据库？这个数据库里边是不是空的？没有任何表，对吧？那么我为什么要创建一个空的呢？因为我想干什么？我想在这里边用它，能理解了吗？我想在这里用它，咋的？你们比我忘了都干净？反正我昨天我是没有看数据库的东西，我记得好多人应该都看到了，因为今天我拼不下来，你可以告诉我呀，对不对？就创建一个数据库，对吧？那么咱们先把这个配置写完啊，配置写完再下课啊。那么你不仅仅需要配置数据库，你还需要配置啥呢？配置 USER 用户名。我的这个数据库的用户名是啥？是不是 root 呀？对不对？那么你还要再配置一个啥呢？ PSS password password， 我这个数据库的密码是啥呀？ SUCK， 忘打逗号了，对吧？那么你还要再配置谁呢？主机我们现在就写谁就行了，RAC ROCL HOSD local host 是不是就行了？你还要再配置什么呢？端口 PORT。 那么 MySQL 的默认端口多少来的？3306。你需要把这些给我配置上，你才可以用。把这些都配置上。其实这个格式啊，它也有一个格式。大部分的数据库的格式其实都是这样的，其实就格式就是啥意思了？说把没用的给它清掉啊。我把这个格式也给你写了，其实这个格式很简单，就是把什么后边的怎么样，这个你是不是给它干掉啊？对吧？啊，或者这个留着，这个是啥？我们这个配置上面这个是啥？是不是那个数据库名啊？对吧？这个配置的是啥呀？用户名吧，下边配置是啥呀？数据库密码吧，下边这个啥呀？数据库什么服务器的 IP 吧，对吧？下边这个啥呀？端口吧，
分的数据库，如果你有其他的，是不是就把后边这个 myself 再给它变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么前面你是不是要 name user 什么 password household house port 是不是往上 一写就 OK 了，对吧？这我们仅仅算是把数据库才配上，